就两种线 ，PE 线跟白铁线。那白铁线它不会像 PE 线，它这样子比较软，它相对水阻会比较大。举例，水深100米，你用 PE 线，然后可能下到120米，然后而且它在水里面可能是一个曲线。那你用白铁线，它比较硬，那它水阻相对小，所以它相对举例100米，它可能多到底的时候可能100米。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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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
就开始咬了，然后我一开始以为是法拉利，然后就想说补一下好，让它在下面凹一下，就是看能不能把它整掉这样子。结果想不到上来居然是四条刀这样，你差点，你是不是我上五条刀，然后抖了一条掉这样？不晓得、欸，对吧、啊？我运气真的是好啦，真的是运气。这是你第一次中这么多条刀吗？我第一次中四条，对，最多之前最多大概两条而已。OK， 哦后面也还在中。对啊。好，那你现在有什么感想？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，恭喜恭喜！都是船长的功劳。对，我还没讲完嘛。太开心了，对，然后谢谢家人这样子让我出海钓鱼，这样两天一夜，然后也谢谢船长带我们来这么开心的场钓鱼这样子。